大家好，我是 Beef 的一个新人，现在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仙法怎么越战属性各方面比自己强的魔铁。大家可以看他彗星倍率、神通、法宝增减伤都是比我们高的，然后法则压制也比我们高。在仙魔增减伤还有神通法宝增减伤，它都是高我们一阶的。有些法宝增减伤，这个魔体平均下来高我们20个点，那这时候打魔体就很考验神通顺序。首先，我天河七手控住他，他苍龙就已经空了，而且他业火针双刃已经打我都是闪避。这时候我开诸天阵保住狐狸，他的技能都叫他空档了。然后，我刚才借了苍龙沉默，也打了他一套输出。他现在就剩1/3血，翻捡他输出小世界，扛住他的硬和中。这时候他已经没什么输出了，我天灵加上天河呼风早雨，换你加反捡控苍龙沉默太乙土格挡神通攻击。他现在已经没技能了，只剩下一个真元盾。但真元盾对魔体来说是很脆的，加上我狐狸在旁边输出，他根本就招架不住，只能开个小世界。这时候，他控也控不住我用一个御龙水格挡住他的攻击，天河沉默，护风斩，幻羽，太极灵幡，加上太乙土，好，这把约战就完成了。